一位是 R 版，客人反应发动的时候车子都会往前冲，那用手其实也是止不太住，那我们就是先判断变速皮弹簧跟普利珠破裂，检查看看。那我们刚刚测试完，它的后轮就不会自己往前冲，止不住了。就这个后变速皮搞坏，弹簧断掉。